再惹你了。要不是林翔告诉你方府出了点事儿，你怕是会在他家里面躲到天荒地老吧。林翔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这和林翔没关系，重点是你为什么躲着我呀？难不成你觉得我会因为上次的事情让你对我负责？莹莹，其实、其实我都是跟你开玩笑的。哎呀，我知道你只是把我当成妹妹看的，我也只是把你当成哥哥呀。你看，天哥哥，天哥哥，我都叫你这么多年哥哥了，不是吗？上次真的就只是一个玩笑而已。当真？当真。哦，如果你觉得吃亏的话，大不了我再让你亲回来就是。哎，快去看看！哎呦，瞧这细皮嫩肉的，这得喝多少水才能有这么水灵的皮肤啊！哎，真的，你们也多喝点水吧。秦公子这相貌能喝水可说不来，可真是名不虚传呐！哎呀，太帅了！哎呀，诸位，有何贵干啊？让开！云公子啊，云公子，你真是可爱，我们姐妹几个来还能所谓何事？来来来，云公子也且瞧瞧，是程曦呀，做绸子的汪家，其小女啊安静贤淑，所谓呀良配。你快看看，汪家小姐打小便不能言语，自然是安静。哎，你看我的成都易家书香门第，小女性情温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做媳妇最好不过了。就是，你看看我这个，我这个可能一家小女不是因为麻风病落下了残疾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吗？你们怕不是因为云归上次出风头赢了罗英年，在县里有了点名气，所以想挣个快钱吧？县令千金如此关心云公子的婚事，莫非你？你们别给我在这乱点鸳鸯谱啊，我就是看不惯你们的行为。还有云归就是不喜欢这些年轻小姑娘，别给我在这白费心思了。说得对，你们别白费心思了，我不会喜欢他们。他就喜欢年纪大的。云公子，那你看我怎么依，你怎么了？听说汪家小姐挺好的，可是她不会说话呀。那就易家吧，易家也算是家底雄厚。可拉倒吧，易家小姐都落下病根了。你打听的倒是挺清楚啊，想必也是慎重考虑过的吧。不是你想的那样，这些话都是裴莹莹告诉我的。她裴莹莹，你跟她也冰释前嫌啊？我看来你还真是广结良缘，让开！依依，依依，你要去哪儿？义诊吗？我送你吧。不用了，我跟程天正好顺路，他可以送我。我来吧。不是说好的各取所需，怎么变成同归于尽啊？还不是因为那帮媒婆。不对不对，这事儿得反过来想。你说他要是不在乎你，他怎么会因为说媒人的事儿跟你生气呢？
好像说的有点道理啊。可是一般你们女孩子生气的时候要怎么哄呢？这个嘛，真的吗？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妥妥的。